一看就是很高端啊，一看就是很高端。这个是棉的，是吧？给力给力，别的地方得五六百，那五六百。今天你一种，既然说宠粉，价格你说了算，我不多说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全棉绣花的，家人们，全棉绣花的，这个这样哈，你其他的到现在一分钱没赚，这款能不能给我爱九九？你不要什么二九九，能不能给我爱九九？今天不想听你，今天听过谁的？听你的。来，188给家人们上车，全棉的孔上提花的，180吧，188。外面你们都得400多、500多、600多的，只有30单。不要30单，来给家人们上个100单。100单，这么多，家人们，全棉的。家人们，这个主卧里面，这个颜色，对，阿紫这个颜色也好看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家人们，就这颜色，就这字。这么便宜，一种疯了。我说了，我给张总打了10个 W， 我是真的真心，今天做宠粉的活动，我是真的做宠粉的活动，家人们，去拍一单，对，真的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，特别喜欢这个，188，纯棉的，家人们。纯棉绣花，家人们，纯棉绣花，上车了吗？家人们，等一等啊，家人们，毛巾在几号链接？我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让他把毛巾挂上去。等一下，家人们，等一下。我也去拍一张。今天只想宠粉，太漂亮了。等一下，家人们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今晚一种，我说了宠粉。每款直播间一直是299元，我需要改一下，给我个2分钟时间。2分钟，把那毛巾挂上去，好不好？你去买毛巾。这样，你把毛巾再挂个30单。好不好？我做链接告诉你，好吧？好，把毛巾挂上去。对他们之前是299，我现在搞成188。他们要改。他们要需要2分钟的时间，我先把毛巾给家人们挂上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毛巾。等一下啊，家人们，你去叫他们把毛巾挂上去，家人们需要，这个是太好了。2、1。一号链接是毛巾，家人们，来，一号链接49.9米。这个毛巾我感觉摸起来比酒店的那些还多。酒店的用了多少次了？这个是新的，这是新的，酒店的用了多少次了？赶紧去拍3个金嘛！来，毛巾。我没坐过飞机，3个金嘛。等下一次有机会了，跟老板去坐。就这毛巾，3个，家人们，对，一个毛巾加2个浴巾，一个浴巾加2个毛巾，家人们。纯棉四件套，对，纯棉的，家人们，我说了，今天就是为了宠粉，家人们能够陪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后面还给家人们炸，啊，家人们，赶紧去先拍这个毛巾3个金嘛，来把那个口红的福袋给家人们挂10个，挂个2000块钱的福袋。给家人们挂了2000块钱的福袋。对。来，家人们去抢吧。抢福袋，3个金吧。好，家人们，你们就说我今天一种宠不宠你们？对，这个毛巾，而且它的颜色，3个颜色，3个金嘛。就说一种宠不宠你们？咱们今天挂口红都挂了10000，就挂口红都挂了10000，家人们。对，3件套，家人们，等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毛巾抓紧去拍。对，星级酒店的，一模一样的啊，家人们，就这标志，就这标志，这标志，家人们，你看看，这就这标志，高级，这标志都，来，家人们看，这标志，我们都宠上天了，
你们愿意花时间陪着我，陪着我把这场活动搞完，那我不得把家人们宠上天，是不是家人们？给不给力就这毛巾。我今天把这十个 W 画完，咱就收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陪我，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的还有3000多个家人们陪着我，能不能陪着我？今天晚上我把我这10个 W 画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毛巾来，家人们，毛巾3个，两个毛巾加个浴巾。来，49.9米，今天我就得把这10个 W 花完，花不完我都不高兴，就花给我家人们身上，给不给力？开了2单，谢谢。给不给力，家人们，就说给不给力。我不把这10个 W 花完，我今天不开心。等我们吧，家人们，你们在直播间等我，等一下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来，坐好了。来，家人们，188纯棉刺绣，188纯棉刺绣的，来，等待，来上车，先上100单，3、2、1，来188纯棉刺绣，改价格，把价格改了。我要拍我喜欢的这个颜色。张总，价格改了没改？没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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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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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8，来，家人们动手，就是咱这100单太多了吧？上100单，家人们，纯棉刺绣的，家人们，家人们看一下这个面料光泽度啊，看一下这个面料，看一下这个光泽度，光泽度面料的红缎提花的哈。红缎提花的，对，这个价格过了今天不会再有啊。那看到没，帅哥姐嘛？30个颜色可以自己选，然后被套是2米乘2米3的，适合1米5、1米8穿啊，就这么多，好吧？买了。啊，阿紫自己买了，我喜欢那个颜色。顺便买回老家的。阿紫自己。我喜欢那个颜色。蓝色的好看，对，蓝色的好看，玉色，阿紫喜欢，大家喜欢。那有没有粉丝给买了阿紫同款的？啊，需要买阿紫同款的，他是买了这个颜色，大家一起去。买了老板同款的扣二，买了我买的扣，就是同款的扣一，这个是很适合女孩子用的。给不给你，家人们？给你们家的女儿买呀，都非常好。好多人买的我的同款，好多人买的。你看我的同款有好多。来，这款的家人们买了我这款的，咱们直播间扣个2。玛利亚也买了你的同款。对。王大明，我买了我的同款。买了阿紫同款，谢谢。纯棉，这个也很好看。不多了，还有4几单，快点，就100单，还有4几单。这个也非常好看，其实3个颜色都非常好看，帅哥姐们各有各的好看。喜欢那个阿紫同款的，拍这个粉色啊；喜欢一种的，拍那个蓝色，好吧？喜欢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颜色。好，2米乘2米3。2米乘2米3。适合1米5、1米8穿啊。啊，买了二次同款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啊，咱们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哦，也很想喜欢这个是吧？帅哥姐吗？给不给力，家人们？哇，这看着那个光泽，这质感，家人们，纯棉刺绣的，家人们。对的。赶紧去买，买了二次同款的，谢谢阳光。这家人们拍到。不满意的家人们，就这，收到货以后不满意的，谢谢心莲。就这，家人们，如果收到货不满意，你们来我直播间以后就当小黑黑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，超级舒服，纯棉的，家人们。这个颜色适合儿子用。这个颜色适合女儿用，对，给儿子女儿买，这个适合你们自己刷刷自己用。感谢玛丽，对，这个是真给力的，对，外面得500-600米，外边得500-600米。今天我在直播间，在咱们直播间，就188，对。
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是为了宠粉。他蓝的。就是为了宠粉。蓝的很好看。都去拍了没有，帅哥姐们？咱们抓紧下单，家人们，抓紧下单。还有25单。太给力了！我说了，今天你们在直播间陪着我是有价值的，好不好？所有今天咱们直播间3000多人在直播间陪着我们是有价值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抓紧去拍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抓紧去拍。188，家人们，床上4件套，家人们。纯棉，纯棉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不把这10个 W 花完，我真的我都不开心。谢谢，这个同款拍给你们女儿，帅哥姐们，真的非常好。这个是阿紫拍的，喜欢跟阿紫同款的就买这个颜色。如果想换一种的，想拍一种这个颜色，两米乘两米三，只要你家里1米5、1米8长都可以使用哈。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哈，因为我们家里是卖，原来卖398的哈，真的，这个太舒服了。拍了吗，家人们？拍了打个一拍。拍了，谢谢。就这个布的贼舒服，家人们贼舒服。贼舒服，来，谢谢。左上角有10个口红，家人们直接去领啊！家人们，快到了，还有2分钟。还有2分钟，左上角有10个口红。190个的口红对，给家人们安排了10个，来，就是为了宠粉，咱今天就是为了宠粉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来，还没有拍的赶紧去拍。适合1米乘1米5乘1米8的床，2米乘2米3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床单是2米45乘2米45的，家人们。枕头是48乘以74。还没有拍，赶紧去拍，塞给你们，真的非常非常好。还有十五单，左上角红包，家人们。快要你了，还有1分钟，还有2分钟。袋里面有口红，家人们。给家人们安排的口红，它这个颜色也非常好，帅哥姐们，它这个颜色也非常好，这个颜色也是很高级的那种颜色。对，有没有蓝色？你们点进去，我拿的这个就是蓝色，家人们，我拿的这个就是蓝色。这个颜色你看，这个颜色也特别，这个颜色适合儿子啊，给儿子买。这个我太喜欢了，家人们，摸着手感特别好。纯棉的，家人们，对的，家人们，纯棉的太好了。188，家人们，今天在咱们直播间4件套，对，给不给力，家人们，就说给不给力。好，家人们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！来，纯棉的舒服。还有多少？对，还有14单，还有14单，就说没有付款的赶快去付款，后台已经超过100单了，但是12单，还有12单，我们拍完就结束，拍完就结束，家人们，拍完就结束。拍完就结束了。对，我是真的好希望家人们能够多拥有。没有大红色，今天晚上错过了，没人我这么玩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晚上还有11单。好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没有人像我这么玩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还没拍，赶快，还有9单，帅哥姐们。还有9单，没有人像我这么玩了，我直接给张龙打了10个 W。拍了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全场的东西，我说多少就多少。拍了2单，感谢家人们。可以多拍的话，多拍几单也是可以的。等这个过了，再给家人们安排，给家人们再安排10个枕头。好，家人们，太给力了。好，来，还有8单，家人们还有8单，还有4单，来，赶紧去拍，家人们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。你拍1单，感谢用户1577。太给力了，我说了，今天主打宠粉。家人们，今天主打个宠粉，拍了2单，感谢华华。快没有了，帅哥姐们，还有4单，没抽上。没有小黄车了，再下发小黄车。右下角小黄车，咱退出去重新进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188床上进4件套，纯棉刺绣的，谢谢，纯棉刺绣的。好，来，张总，来，家人们说还想要枕头，那给家人们再炸一波。没有了吗？还有枕头啊？要不再炸50个？家人们还要枕头啊？家人们还要枕头吗？要的扣一，
要枕头的可以甩个肩膀。今天晚上拍了六单，谢谢。拍了六单，感谢茂华。对，要枕头的可以。来，我是枕头再上个五十单，准备手术，家人们。对，没有就真没有了。还有这个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，摔个肩膀。枕头，直接上车吧。直接上车，让大家抢。三、二、一，一号连接。枕头已经上车了，五十单，要不就手术啊。你手术，家人们。拍到抢到的，抢到的家人们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基本上上秒没，基本上没了，没了，又没了，又没了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有没有那种需要牛奶绒的？天气冷了，有没有需要牛奶绒的？需要牛奶绒的，我要一直给大家发个福利。有没有想要牛奶绒的家人们？又上了，没抢到，手枪片都没抢到，这个我都不想放下了，188太好了。你这样，这个给家人们，就是多加几单，加个五单、八单放在下面。对，我再加个十单放在前面。好，你加个十单。来，这个。这一家一号链接。这个纯棉刺绣的188，家人们。对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怎么去哪儿找呀？也就一种能够这样去对家人们了，好不好？一号链接，这个188的你们我都不想放下，太好了。你们去哪儿找？来，右下角小黄车，有没有家人们？有没有喜欢牛奶绒的家人们？那这样牛奶绒，我们不多说，我们先看品质，我们就好，我们来，我发个福利，好吧？这个牛奶漂不漂亮？来。整版刺绣，漂不漂亮？满满的刺绣，漂不漂亮？看得见吗？啊，这个是牛奶绒的，是那种加厚牛奶绒的。哎，一拍一个巴掌印，加厚牛奶绒的。啊，枕头等一会儿再开始算。一总明天一定要把那个。放心吧，家人们。枕头三次都没抢到，这个枕头要拼手术的。这个牛奶绒大概有七斤多重啊，将近八斤。因为我们是品牌的，是做了加厚各种的，然后里面有导电丝。这个牛奶绒这样哈，我们之前一直卖那个，一直卖398的这样一种，我们就给个三十单的福利，把它下播了。可以，这两个三十单福利，好吧？那这样啊，那个牛奶绒，那这样，牛奶绒我们这个是适合1米5、1米8船，然后呢，牛奶绒我就给大家给三十单福利，啊，对，牛奶绒冬天盖的舒服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哈。我们这个就给大家上三十单，大家拼下手速，适合1米5、1米8船，有三个颜色可选，然后做了重工的刺绣啊，满满的刺绣，可能看得见吗？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看满满的大刺绣，拿个枕头过来，这样就给大家上三十单，大家拼下手速，来，链接准备好没有？来，三二一，159。158，那这样原来是390，158，大家就三十单，大家拼下手速，喜欢的去拍。然后这个枕头一拍一个手掌印，一拍一个手掌印，因为它一拍一个手掌印，因为为什么它一拍一个手掌印？它厚，如果是薄的，它拍不出手掌印。里面都是加了导电丝，不会有静电。我们里面都是加了导电丝，有一根黑线，里面都有黑线，它是导电丝，然后是纳米导电丝，它不会有静电，好吧？然后这个就是三十单，大家拼下手速，好吧？158啊，冬天一定要睡牛奶绒的，为什么？它暖和，跟那个德芙绒一样，它暖和，好吧？喜欢长毛绒的就拍这个，喜欢短毛绒的就拍德芙绒，好吧？这个是长毛绒的，好吧？这是长毛绒的，对，这个绒管，这个绒毛比较长一点啊。你看，一拍一个巴掌印，一拍一个巴掌印，一拍一个巴掌印，非常厚实，好吧？怕冷的家人们，怕冷的家人们，怕冷的女孩，对，女人一定要，女孩一定要去拍它。158，觉得贵的不要拍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七斤多重的牛奶绒，七斤多重的牛奶绒啊，然后。就三十单，大家拼下手速好吗？啊，来，怕冷的家人们，好舒服的，怕冷的家人们，年纪大的家人们，咱们送年纪大的家人们。说这个很舒服啊，需要的赶快去拍啊，咱们怕冷的家人们，怕冷的和年纪大的
来158的牛奶绒，你们哪里去找？今天也就只有我能够给家人们安排，给不给力？张总，多大的？多大的？两米乘两米三，家人们。适合1米5、1米8船啊。然后2米乘2米3，还有十几单，马上拍完就我们就不卖了，好吧？因为就我们家这个福利今天就发了很多了，今天一种贴了真的10个 W 贴给大家了。然后你看，世界上尺寸适合1米5、1米8船，背套2米乘2米3，船单25×9，对，48×74。然后它里面关键它的船单也是做了荷叶边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家人们说的一模一样，288，今天158。对，家人们，我有没有？家人们，我有没有？你有的人说有是吧，99的、69的，但面料科种不一样，还有一个做工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做了整版刺绣，全部整版都是刺绣，你铺在床，对，你铺在床上看有多漂亮，是不是？啊，品质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家人们啊，怕冷的人拍他，怕冷的拍他，家人们，怕冷的姐妹们一定要去拍他，因为这个冬天他来暖你啊。红色的没有了，红色的没有了吗？红色的没有了，再加一点库存。来，家人们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。对，赶紧去拍，帅哥姐们，这个裤子我也很喜欢，裤子我也很喜欢，我看到了，我刚刚拍了13了。家人们，年纪大怕冷的拍他。对。你们去别的地方都得300-400米、400-500米，家人们，我就敢这么跟你家人们讲，咱们直播间这个点了。冷，你们去别的地方都得300-400米、400-500米，今天就158给家人们上车了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没有拍的家人们赶紧去拍。是。别的地方300-400米，咱们直播间。158。158。很凉也很舒服。很舒服，很舒服，真的帅哥们。7斤左右加厚的，家人们，这是7斤，7斤半啊！张总说了，7斤半加厚的，4件套是不是？对，4件套，家人们，2米乘2米3的，前一天买了一套400多，超过了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没错吧，家人们？我没错吧，家人们？我没错吧？对不对？就在咱们直播间，今天就是宠粉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拍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对，帅哥姐们就是粉丝，就是你们是我们的家人，所以让你们去拍，知道吗？不要错过了，这个也是超美，对，怕冷的，还最后三单，还有三单，还有三单卖完来，啊，最后三单，黄色没有，黄色没有的加库存，加点库存，黄色没有的加库存。怕冷的家人们放心去拍，怕冷的年纪大的家人们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冰冰凉凉的直接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怕冷的以前都是500多，我说了，今天是我自己给张总打了10个 W， 我说今天的我想卖多少卖多少，这个好写，对不对？可以即兴，可以随喜。我给张总打了10个，打了10个 W， 我说了，我想卖多少卖多少，所以说才会有今天这样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希望家人们今天能够珍惜这次机会，错过了，等于今晚白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珍惜这次机会，错过了等于白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不是说是不是，这个是不是向总？一总给我打了10个 W， 5万5万2个5万打给我的，是真的补贴的，啊！今天花不完，我真的觉得，今天花不完我都觉得不开心，啊！家人们明白吗？怕冷的家人们，怕冷的家人们，怕冷的家人们直接去拍，冬天冰冰凉凉，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直接去拍。绣花绣得很好看，家人们，花绣得特别好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几件套？4件套，家人们，2米乘2米3的，对吧？对。来，我说了，我给张总没有了吗？里面打了10个 W。
来，加库存，有，家人们，咱们赶紧去看，还没有就没有了，好，家人们，咱们去右下角小黄车看一下，家人们，怕冷的手脚冰冰凉凉的，家人们赶紧去拍。我这边盖感觉热，豆沙就豆沙就豆沙色哈，豆沙色。对吧，看到没，就这个色，帅哥姐们，就这个色，它这个和在手机里面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它没有变色啊。来，赶紧去拍，家人们，赶紧去拍，今天晚上把这十个搭配花不完，我真的觉得有愧于家人们，知道吗？今天收获满满，我今天晚上花不完，我觉得心里有愧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明白吗？颜色好看，对，颜色很好看，一片心意。这个是豆沙色，家人们支持我仨月，我的一片心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这个就是豆沙色，对对对对对。黄色没有了，黄色没有了吗？看看，黄色没有了吗？黄色了。咱们出去打个麻将，还不如。但是我觉得是帅哥姐们，这个颜色好看，真的，这个颜色好看。来，每个都差不多。没有去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。冬天很真的是很冷的，家人们，对，直接安排。年龄大的家人们，超过60岁，家人们去拍这个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就是60岁以后的家人们使用，拍这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冷的，一进我这个被窝里就暖了，帅哥姐。家人们支持我，你看你，家人们懂我，支持我几个月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家人们对我们付出了，我也想为家人们做点什么事情。之前我把价格打下来了，我觉得不够，家人们总觉得我觉得力度还不够。既然家人们支持我，我索性就今天拿10个 W 出来给家人们安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太给力了，对的。年龄喜欢大家人们送长辈，今年我会建议家人们送长辈，送长辈，家人们送长辈送这个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今年给自己的父母安排这个，好不好？特别是22单，他最后22单，你买单开始。还有22单，最后22单，来，对自己的长辈好一点，年纪比较大了，手脚冰冰凉凉，安排这个。对，咱们普通请别人吃顿饭的米，给家人们长辈安排一下，就是照顾别人，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啊，长辈都安排一点。今天送你，咱们能不能送这个，让他们感受咱们作为子女，作为晚辈的这份温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158给家人们安排了。来，还有这个很暖和，对的，帅哥姐们，哪四件，两个枕套加床单加被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今天还有15单拼手速了，还最后15单拼手速。我会建议家人们今年能够把这个拍回去送给长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哪怕是叔叔，哪怕是阿姨，超过年纪60岁的、70岁的，咱们把这个拍回去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把这个拍回去给家人们，给自己的长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会起球的，这个帅哥姐们，你看它红滑红滑的，行不行？咱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今年就这个拍回去送给自己的长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有些人太冷了？我也是感动了，家人们。是不是太冷了，所以前两天就买了？我也是感动了，之前没想过要做，也是感动家人们对我太好了。穿搭呀，都是一个颜色啊，帅哥姐们，都是一个颜色。不起球，不进店。来，家人们，来那边。大家说这个会不会掉毛？来，我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到底掉不掉毛？来，1、2、3，来，阿志看一下掉不掉毛？哇，一点毛都没有，一毛不拔。对，一毛不拔啊，不会掉毛，不会。还有10单啊，还有10单，拍完就结束了。还有10单，拍完结束，家人们，还有10单，拍完结束。绝对不掉毛，对的，王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毛都不掉的。假如它的克重低，它就容易掉毛，因为我们是高克重牛奶绒，所以它不会掉毛，好吧？大家放心买。然后还有最后10单，我们拍完还有最后。还有最后10单，拍完就结束。还有8单，感感的，对的。还有8单，家人们。质量杠杠的，质量这些你们就放心好了。今年给长辈安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半是你们的，一半是我的心意，好不好？咱们给长辈给一份孝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来，还有五单，来，家人们，还有五单，还有五单。对，浪莎的品牌。浪莎的品牌，对，浪莎的品牄。来，家人们，还有五单，三个节目。过了。11:30，赶紧去拍三个节目。没有拍的家人们，赶紧去拍，错过了，太可惜了，家人们，错过了太可惜了。觉得不掉毛，对的，不掉毛。浪莎的品质，浪莎的品牌，家人们放心的去拍。来，还有几单？还有五单，还有11个家人们在补拍。啊，最后五单就结束了，最后五单又给家人们过了。别的地方都得是，我买了400-500的呢。别的地方都是300-400米，家人们。还有三单。还有三单，家人们。有运险啊，三个节目。都有啊。家人们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哈。来，家人们，这是我们的关起保证，假一赔三，15天。还有两单，花落新疆。15天免费试睡。15天免费试睡哈，那个然后又不关饭店，关起保证假一赔三，15天免费试睡，无理由安排运行险，好吗？啊，好，我不多说了啊，最后一单，放心，哦，有的是睡的事情。好，过了吧？来，到了，倒数十个数，来，我们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2、1，来，全部下车，咱们聊几句，家人们，聊几句，聊几句，咱先把所有都下车，全部下掉。哎呀，家人们，我都为家人们心急，家人们，我为家人们心急，知道吧？还有没有家人们没有？想为家人们做点什么，家人们明白吗？明白我的这份心意吗？家人们，想为家人们做点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想为家人们做点什么？又收获满满。就这一场这样的活动以后，基本上就过年之前就没有什么能够让家人们能够收获满满的活动。这一场完了以后，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能够让家人们，因为这些东西家人们能够用好多年，你们以后记住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是一种给家人们安排的。用得着，这些都是用得着的，都是用得着的，家人们。都是家人们用得着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你们不知道我明天要去见谁，但是你们知道会吓家人们一跳的。明天我见的人会吓家人们一跳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来，阿子过来给他们看看，我今天送你的好不好看？来，后面的家人们可能没看到的，过来给家人们看一下。对，不管多少年，家人们都会想到我们。家人们，你看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大不大？大不大，家人们？
满意吗，家人们？咱们花多少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，家人们？花多少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，家人们？是什么？是开心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近点看，家人们说要近一点。还想要枕头啊，虽然说有点波折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虽然有点波折，但是有惊无险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给家人们多看看，让家人们看看，拉下来看吧，你要带着呀。明天回湖南，下
相信啊，谢谢你们的相信，谢谢。如果老板哪一天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如果哪一天我默默地离开了，你要记住，从此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。但是我相信老板。知道吗，帅哥姐吗？啊！马上加上你，直播间陪了我们这么久。嗯。这样，来，张总。哎。最后整一波，整一波我们就。来整一波，来介绍。家人们。这个漂亮的。来，不要走。哇，这个漂亮。家人们不要走啊！来，今天我最后的收官。这个。最后的了。最后的福利、啊。最后的福利。啊。好好给家人们介绍一下。啊，这是我不多说，这是一款来。我们可以看做工，第一个床铺是一字绣的，然后面料是陶瓷磨磨的，这套套件的重量大概是7斤左右，光这个套件的面料是7斤左右，面料越厚实，然后它的那个不是，就上面下面不是，就这个颜色啊、有两个颜色，然后这个是数码印花的，然后是陶瓷磨磨工艺，然后随便怎么刷，随便怎么弄都不会起球，不会褪色，久洗如新，你洗三年还是这个颜色。啊，洗三年四年都是个颜色啊，然后 AB 板两个颜色，底纹是做了一个小方格的一个底纹呢，是一个底纹颜色，然后这个在我们线下一直卖499，今天我不多说了，在你的直播间，我299也不要了，就199上车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就30套，因为我们下播了，就30套，好吧？199，这样，家人们。